大家都很喜欢，就希望我再写第二本。其实书名我们都想好了，但是的确姑姑还没有找到灵感，因为我没特别的灵感的时候，我不想为了想出一本书就去出一本书，因为我也觉得其实第二本书就是过更好。说实在，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比很多很多年前过得更加好，我觉得是。但是我经常说一句，我的人生最好的时候还没到，永远在前面，还没到，还没发生，然后我就会期待我的以后的人生会更好。然后生日的感言，很多人真的问我，哎，啊，姑姑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老？最重要一点就是你的心态不觉得自己老。像，其实像昨天在直播，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我明明是56岁生日，我只是说了一句，但是姑姑的心态更的，我的活力满满，我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像只有二十六岁。然后他们就一直说姑姑26岁生日，然后我这改不了他们，他们不停的说，有点气死我，不停就说，哎，庆祝姑姑26岁生日，我做的我有点很尴尬，因为我不希望大家以为姑姑就是像半嫩。对，因为我不喜欢装嫩，我觉得我很，引以为傲，来，引以为傲。引以为傲，对，引以为傲，谢谢你，引以为傲，自己引以为傲，已经56岁，我觉得如果大家跟着姑姑一起运动，跟着姑姑动起来，跟着姑姑一些人生的体验，一些的看这事情的想法，心里面，我相信你们到56岁的时候也一样，不用到56岁，到50岁、45岁的时候就会很声音很响亮的告诉大家，我已经45岁了。嗨，让人家羡慕，让人家羡慕，但是必须要自己，也先自己做好自己，自己有底气，必须有底气。像我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会跟我说，哎，这个不用着急，这个是不用怎么样，但是凡是牵涉到工作的，我都一定看什么，我都一定要先做好自己，给我看什么。姑姑啊，春晖博爱的孩子们给你送来生日祝福啊。这是姑姑哈深耕了快3年的一个公益项目，然后每个月宝宝们春晖博爱。其实为什么生日这天很特别呢？因为宝宝们的每一个生日，姑姑都记得。能反过来吗？可以的。能不能看不见？然后这是宝宝们给姑姑画的画，然后姑姑她每个月会给宝宝们一起。对，你们看得见，你们看不见，你们看得清楚，就等于说，姑姑，我们看的字是反的。哎呀，那只是看你给你们看图画，对，是不是很可爱？我把它放大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宝宝们给姑姑画的画，是不是超可爱？小绵羊。对，我希望我的同学们也支持春晖博爱，这些小宝宝他们是很需要你们的爱，很需要你们的爱，需要你们的陪伴。我每一次去跟他们玩的时候，我都舍不得离开，每一次都要我的团队，哎，你看看状态是什么，去了失掉了，我的画面消失了。我每次去跟他们去玩探访他们的时候，我都舍不得离开他们，我的团队都是拉着我，姑姑我们要走了，小孩子要睡觉了，小孩子又不是也不想我走，我也不想走。我记得最上一次我去的时候，就是去那边录音我们的节目《遇见你》其中一期，然后小孩子搂着我的脖子，然后在我耳边叫我妈妈。我那下我知道他说这句叫我妈妈，然后他是因为不想我走，不想我离开。所以春晖博爱是一个很需要大家去关心去支持的一个机构。小孩子他们不仅仅是孤儿，还是身体有缺陷的孤儿，特别需要你们去支持去爱的。好，我想看我为什么看见，来，谁帮我没看见，没事，好，看见，因为哎呀，这个的确黑的，我的黑漆漆，我什么都看不见。好，想看旁边的，我想看一些，我想看一些大家的评论或者是问题，我想回复你们，我都没办法看见。啊，50多岁了吧？我怎么会50多岁啊？姑姑是56岁了。50，听哭了。谢谢，也是有爱心的你才也会被姑姑的话打动。我们每次跟姑姑去的时候，我们进去之前，他们说过来直播间，我不相信你们。刚才兵哥来了，我听说。什么？兵哥来，因为我们
直播间关闭了打赏、哎、其实看不见的，但是有粉丝留言。哎呀斌哥胡斌谢谢你今天给我这个这么特别，我已经给他语音了，我已经留语音给他，谢谢你给我今天给我这么特别的这个短视频，很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话有时间也要可以去支持一下斌哥，感谢斌哥对姑姑的祝福。对，那个时候姑姑还是非常短的头发，为了这个角色我又把头发剪短，而且那个时候还很用心的学普通话，我记得。哎呀，都是我的普通话，当然我现在的普通话比当年好多了，但是哎算了，本身那个角色是香港人，所以本身有口音是可以接受的。好，今天还说什么？小助手说一下哈，姑姑现在的左上角的福袋里有15本签名书，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对的，请给姑姑留言，让姑姑 Q 大家，好吗？今天这种难得的机会，大家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我看到有人说给你送的礼物，好像你还没看到。哦。可能这两天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很多人可能是给你私信呐、留的言。这两天我们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看私信，比较忙，只是没有看私信。给我一点时间。有些人什么开始睡神职了？什么时候开始睡神职？哎，你们啊，等一等啊！当然，好饭不怕晚，这个叫什么？好饭？好饭不怕晚，就是好吃的饭。那不怕太晚，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等一等的意思。哇，这个新的好饭不怕完，嘴巴不要打这么大。好饭不怕完，好饭不怕完啊、嗯！姑姑的话，今天一定是会给大家做这个汇报演出的。那现在我们左上角的这是汇报哦，汇报演出已经是毕业了。我是不是毕业了？对，已经掌握了。好，我毕业了，我能正正实实的给你们啊、表演怎么睡神职了。但是我心里面是很紧张的，因为你们看的视频，我们是录了一整天，我是练习了两天就练成了，然后录了一天，当然里面有 NG 的，有些我是做的不好啦，对，有些哎怎么跳不出来，大家我告诉你，做的不好也美极了，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外泄的花絮，所以今天是现场，如果有什么 NG。做得不好大家要见谅啊，如果做得好就鼓励鼓励，做得不好包涵，那什么时候开始才不告诉你们，让你们等一等，当然是哎好饭不怕完。姑姑什么时候吃蛋糕啊？蛋糕还要哎呦蛋糕，我知道啊，这个蛋糕是我的同乐会里，是我们的同乐会的所有的粉丝们，哎，我也在这里，真的，哎，我们什么时候要空降？空降我们自己的粉丝团，对不对？对，空降我们的粉丝团。过几天，我答应你们过。今天是星期二，今天星期二，连我星期几都不知道。姑姑一直在忙，这两天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但我昨天睡了10个小时。千万别这么说。对，那是你唯一，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你近期唯一一次睡得长的时间的？大家都不舍得打扰你。好，啊，刚才说什么来着？忘记了。你说要空降粉丝团？对，过几天，这个礼拜之内一定空降，我们自己的粉丝团啊，超级粉丝团，你们就姑姑说过话，一定要啊，贤子记住了，贤子记下来吗？啊，你们记住了，写下来，这个礼拜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同学们，谢谢我们的同学们。好，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想聊的话题，都可以问姑姑。姑姑，很多人其实都想问说，你怎么能变成现在的这样让所有人羡慕的、向往的你？很多人羡慕我吗？当然了，首先喜欢你，然后同时又因为喜欢你，发现越挖你就像挖土豆一样，能挖出来很多，就发现你的个性、你的人品、你的作品。其实这是我作为工作人员也能强烈感受到的。我觉得有一个字是挺能形容我自己的，真，你这个真的包含各方面，做事认真，一个人，我这个人比较真诚，你让我说假话的话，我可能选择不说话。然后就是比较一个，然后有些时候
做事我可能会比较较真，玩的时候要很认真去玩，工作的时候很认真的去工作，分享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去分享，没有保留自己，所以都是我觉得干啥，我就觉得祝你生日快乐，突然间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玫瑰，祝姑姑生日快乐。我看不见画面，我想跟他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蛋糕，我看不见那个自己的画面，这是我们同乐会送的哦。哇，好漂亮啊，生日快乐，祝姑姑生日快乐，谢谢。三二一，祝姑姑生日快乐！谢谢，我们不整齐呀、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好，谢谢大家。然后是因为直播间不能点明火，这个生日蜡烛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点了。嗯。好，哦、啊，是这个意思啊？嗯，是的。那我盖住都不行啊？盖住可以。那个有一个仪式感吗？否则好奇怪啊，我。吹冷空气啊！好的，我们准备。其实我也，那个两位同事，帮姑姑。哦，我来，等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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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然后火也不能，对，不可以，你只能吹。哎呀，好，有这个仪式感。这可以了，姐，哎，这个挡住了，不行，可以拿掉了。好，谢谢啊，谢谢。哇，超美的，我们的同乐会的代表。我们同乐会今天还专门由几位粉丝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然后陪姑姑一起过生日。哇！好，我的喜悦电话。好，好，谢谢。好嘞。姑姑许的什么愿呀？我许的什么愿啊？我再等一等啊。我这许了什么愿？我的愿望是福袋审核会通过，告诉什么？ Okay, 我们马上来，我们再给大家再加15本好好过的签名书。好，稍等一下哦。姑姑的生日愿望是什么？我的生日愿望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位心肝宝贝。心肝宝贝，第一位，当然是我的妈妈，啊，爸爸已经在天上了啊，第一位我的心肝宝贝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不仅仅是一个。我妈妈今天我还没跟我的妈妈好好的聊天，因为昨天一天的工作，然后今天睡得很晚，然后又要做运动很重要，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说我今天因为我跟我妈妈每天都通话，所以就不需要特别，但是特别要通话。妈妈今天发给我一个短信。妈妈就说他们就是我的英文名字，他们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日日都咁开心，就是那个广东话更开心，就是咁开心，就是日日都那么开心哦，日日都那么开心，天天开心，天天开心，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的祝福。然后我的一个愿望就是我的第一个我生命当中的心肝宝贝，这个就是我妈妈，我希望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一定要很好很好的，然后我希望她能陪伴我的日子，也让我陪伴她的日子越长越好，越长越好啊，我就已经知足了。然后第二愿望就是我另外一个心肝宝贝，就是当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是我的我的外甥女君君，我希望她能健康的成长，人生不要有太多的压力，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保持一个纯真的心，就是我经常跟她说要努力。很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小玩具给他，就是他现在也放在桌子上面。年轻不平凡，老大徒伤悲。老大徒伤悲。嗯，他就知道我说少年不努力，少年不努力，你要努力，要做自己，付出自己能做到最好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你就真的对不起自己，或者你以后你可能会后悔，也可能已经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都很多，我希望他这健康成长，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愿望。嗯，说实在啊，我好像去年许的什么愿望我都忘记了，肯定大事都是跟我妈妈有关，都是跟军旅有关的，这个因为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很难改变的。好，这个是我的生日愿望了，那我是应该就切一下蛋糕的。好嘞，姑姑来切一下蛋糕，尝一口，让姑姑替我们尝一口这甜蜜的同乐会的蛋糕。尝一口啊！那怎么着？不直播了，我们现在开始吃蛋糕。哦哦，我知道，小助手倒是想了。哎呀呀呀呀！等等，哎，你们知不知道切蛋糕是不能一刀到底的？知不知道？哦，当然不知道了。啊，你不知道？那我要跟他们分享了。在座有没有人知道切蛋糕不能一刀到底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还以为切这样比较仪式感。我其实从小很小切蛋糕的，我从小切蛋糕很少的。哎，姑姑，你听没听？刚才你在说你生日愿望的时候放的是谁的歌？我知道歌神啊，我的歌神啊，但我这因为我每天都在听，所以我都听习惯了。我放了一首什么那个叫情歌，叫情书。啊，因为我也忘记了什么时候，我有一天我突然间偶尔就是切，然后有突然间忘记谁告诉我，哎，不能切到底的。但是他说就是人生还没到底，哎，对，对，这句好，人生还没到底，所以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讲究。对对对对，我忘记谁告诉我，所以不能切到。跟你们分享了以后，切蛋糕不要一刀切到底啊，切到有余。如果第一口留有余地，第一口我们待会儿喂给粉丝吃。哇，那我要弄的漂亮一点了，这个玫瑰花，玫瑰。好嘞，玫瑰。直播间现在有4.7万的粉丝，看着我吃蛋糕是不是？哎，里面是什么？里面是巧克力。直播间50,000的宝宝们，同学们，谢谢大家陪姑姑过生日。姑姑现在她切的第一口，她的蛋糕会喂给大家吃，你们就云吃一下蛋糕吧。云吃。哎呀呀呀！嗯，第一口姑姑自己吃吧。当然了，不，甜一下给你们尝味道。好，来，谢谢，那待会儿看一下，超漂亮的一个玫瑰，这是我们同乐会的同学们送来的哦。我也祝福大家有一个哈，不仅是彩虹的人生，玫瑰，有一个玫瑰人生。对，第一口还是姑姑吃。对对对，啊，大家都在祝姑姑生日快乐，说你是玫瑰一样的女人。啊，姑姑什么是玫瑰的一样的女人呢？高贵。这个意思啊，不只是高贵，应该是历经风霜，还是非常，因为玫瑰是带刺的嘛，不是说那么温柔，或者是那么大家会觉得太过，各有各的优点，但是玫瑰肯定是很有力量的一朵花，因为它是带刺的。然后我们形容中国女足叫铿锵玫瑰。姑姑还是有些时候还是会带刺的。是的，偶尔会扎一下小助手。你人生必须要有带刺，如果你人生不带刺的话，等于就你整个人就是很圆滑了，这个是就不会，这不够真的人。刚才姑姑讲了3个真，大家还记得吗？我考一下，姑姑讲，第一，做人要怎么样？真诚。姑姑现在有6.6万的同学们在陪你过生日。然后这6.6万的粉丝给姑姑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但是姑姑嘴有点馋。大家知道今天6.6万的同学们知道今天姑姑在这个场地我们要干什么吗？给大家展示27年没有，现在已经7.2万了。二十七年以来，大家都不停问姑姑：“姑姑，我要看你睡神纸。”姑姑，我要看你睡神纸。然后我每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心里面，我第一反应就是。啊，我能说吗？说，他们是不是傻的？好，我们现在7.5万的粉丝们，请问大家有过这样的怀疑过姑姑吗？我的确，我是他们是不是傻的？怎么会以为是真的？因为我们当年拍的时候又吊杠是虚假，当年像27年前是。没有这项的特效做得那么好的，的确我们是真真实实实实打打这样的拍的。我是吊着杠，是
当然中间有卷圈那些是有替身的，但是我自己调，我们拍了一个晚上，用杠丝，然后这些特效，一点点的特效，不像现在你可以，哇，你怎么穿越啊，怎么700、1000多少度啊都能转，所以我的每一次看到他，人家说姑姑，我想看你睡神者，我觉得他们是开玩笑，我也觉得他们是调侃我，大家没有开玩笑哦，大家想看姑姑睡神子的来。大家要见证到底是真还是假，有没有？姑姑说了，做人要真诚，不能 PS。是不是 PS 了？是不是一些特效是编起来的？我们现场到10万粉丝观看，我们就要姑姑睡绳子，好不好？好不好，姑姑？可以吗？答不答应？睡绳多少？10万。哇，等10万人的时候啊！现在7.3万人哦。好，直播间7.3万的同学们，请把自己的这个直播间链接发给亲朋好友群，然后发给同事群，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姑姑跟他是要吃完蛋糕再做。大家看一没看着？你看，我们爱美食的姑姑说过，甜品是第二个位。对。姑姑，你能告诉大家你到底上了多少节训练，然后才真的能够展示？不用 PS， 不用剪辑的睡绳子，20天两堂啊！我跟你们分享，一节课只有60分钟哦。我跟你们分享，首先他们给我看着图片的时候，我说，我第三个字就是给你说什么？你神经病！所以记不记得？你说，哎呀，你说，姐，我们这今年的生日能不能做这个？我回答三个字，神经病。然后就忘记这个事情了，然后又再跟我提，然后又给我一篇照片看，我说我，然后问我睡神指是怎么睡的，你当你是拍摄睡神指是怎么拍的，我就跟他说那是用吊钢丝的，你是不是要找一整个团队来吊的钢丝，是不可能的，你啥的别放弃了，忘记，然后他锲而不舍，我锲而不舍，然后就我再找一些照片，然后他就说，那如果不睡神指的话，或者有一些我们做一些空中瑜伽的动作也可以。那我说，可以啊，让我试试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然后我就决定，好，到时候，差不多时间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了，然后就。给我照片，那些照片是平躺在绳子上，对，平躺。然后姑姑，你知道第一句话跟小助手说什么吗？这都是骗人的，这是 PS 的。对，我说你傻不傻？就是姑姑，我傻不傻？傻，傻不傻？不是傻不傻？傻，傻，傻，是啊，傻，是啊，傻，傻，傻不傻？不能老重复，看起来很傻。然后我姐就说，你傻不傻啊，这个是假的，一看就是假的，怎么能做到啊，还不停研究，然后我说放弃了，然后就算了，我们做一些其他比较简单的动作吧，就是不是睡神指了，然后我就跟她说，你给我时间，试试看吧，然后结果我们等，有什么说什么话，然后我们等6月15号的时候，那天我就工作然后受伤，就回的没法站走路没办法，然后觉很久都没有好，就觉得应该是做不到了，应该是可能这个要放弃了，然后等着等到姑姑直播间5.6万的同学们，等到多少人了？不，等到我哎呀，等到多少人，等到忘记了，然后差不多好像七月底的时候，当时七月底的时候，我说我腿还有一点点疼，我应该是可以尝试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做，你先让我上一节课，我马上是可以告诉你我能做还是不能做，因为知道能，我很清楚自己的，因为平常做习惯运动，然后第一节课跟你们分享，第一节课的时候头半个小时大家就是聊一些姑姑，现在还有40秒，直播间的5.8万的同学们，然后去点击左上角，然后姑姑的15本，好好过，哎，然后快去抢哦！哎呀，不行！而且是签名书，姑姑是要接视频了吗？你的宝贝来给你来电话了吗？
是阿妈还是宝贝啊？两个宝宝，他们都是。我经常来电话视频的，要么就阿妈，要么就我的宝贝。我宝贝要跟我说一卦，我能不能听？但是说我能不能听，能听我就听，不听你说不能我就不听，我能不能听？大家把能不能听打在公屏上，然后打的人多，姑姑就决定接不接这个电话。宝贝好可怜。对，宝贝好可怜的，因为宝贝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做直播。所有的粉丝都在祝姑姑生日快乐。哦，说能，我看到了，我终于看到都说能。姑姑迫不及待的接听了。但是他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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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挂掉了是吗？那我打回给他，那我打回给他。好嘞。喂。喂。迪玛。我们直播间的同学们，我们左上角的15本签名书福袋已经开了，然后恭喜中奖的同学们，然后把自己的收件信息赶紧填上，我们还而且可以私信留下自己想签的兔签的名字。然后顾会给你寄一本兔签的书，然后我们待会儿下一个的话给大家发15个彩妆礼盒，叫真心告白，每一个价值520元。祝大家你有没有要不要跟你妈讲啊？哦，你等等，你妈可以大声点先啊。等人哋姨妈头先啱啱先至讲咗，姨妈嘅生日愿望呢就是要君君呢健康成长。你讲嘢大声啲啊，听唔到你讲嘢啊。姨妈生日快乐，好挂住你啊！我都好挂住你呀、啊！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他好挂念他，牵挂他，我好牵挂他。好了，谢谢你了。那姨妈在做直播。拜拜。I love you， 你快点找，发力！哎呀，跨不过来，调整不过来。那咁你快点瞓觉了喎。啊、我可不可以给大家、啊、我可不可以给大家看看你今天送给我的画、啊、你想的可以的。好了好了，那我给大家看看，那我们收线了、okay. I love you， 拜拜。 I love you， 拜拜。不过很多人也在给你留 I love you， I love you， 因为大家都知道君君每次跟我讲话都习惯性说 I love you。 嗯哼 I love you。 哎，大家看一下，哎，你们看得清楚？能看得清楚吗？可以看到，然后已经、哎、可以的，姑姑很清楚。是我的宝贝，我的心肝宝贝今天给我画的、我跟你讲，小助手透露一下，姑姑还吐槽他写的什么姨妈 Happy birthday 姨妈，然后想吃姑姑。香菇啊。他真的好乖，他是很在我心目中是挺乖的，挺乖的。但是我对他很严格的，好严格的，我对他非常严肃的。难以想象，我有一个助理，他之前跟我做了工作一年，他说我从来没，因为那天他在我家，我跟君君辅导功课，他说因为我君君不专心，然后我就骂他。我在生气，我在教训他。我的助理说，这过去一年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凶，他没见过我这么凶。所以我是也是一个很认真很严肃的我，但是我心里面也很爱他，所以我也想跟我的同学们分享，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妈妈的话，你已经是一个妈妈，也可能就怎么说，我们宠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在心里面宠爱他，但是有一些举动还是要，我们还是要对他们比较严谨的。好，不说教了。好，有些人可能说，姑姑你也不是一个妈妈啊，不能叫我们啊。但是的确，很多朋友都说你啊，姑姑啊，你虽然不是妈妈，但是你比那个妈妈更称职的一个妈妈。我当之无愧，我觉得自己当之无愧，很多事情我都会比较谦虚。但是这一点我就觉得，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好，我们聊什么？马上10点了，姑姑，目前直播间有将近70000的同学们在等，所以你要告诉他们，刚来的同学们要告诉他今天你要做什么，今天让大家不会白等。今天我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展示27年前的小龙女，姑姑小龙女怎么是睡神子的。的确27年之后，不用吊钢丝，不用一些技巧，不用特效，能不能呈现睡神子了？
而是现场啊，而是现场，不是录影的，是现场的。那如果我等一下啊，如果做不到，你们大家就不要笑了；如果我失败了，就不要笑了。但的确我是上了两堂课，然后刚才说到啊，上了多长时间？上了两节课，两节课。其实第二节课已经全部完成了，还学了其他的另外的动作，然后第三课也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付了费了嘛，付了费对不对？我们因为那一家学校一定要首先要付三堂课，那我两堂课已经学会了，那第三堂课我不去我就有点亏啊，对不对？因为姑姑也是比较也是姑姑是会过生活的人，我不会浪费。我觉得除非我不喜欢，不能，也不能说除非的。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可能我也不会去尝试公众瑜伽。然后我就发现，挺好玩的。刚才不是很多人问姑姑为什么不老吗？我来跟大家说，怎么会不老？一定会老。刚才有评论说了，姑姑老了。我想评论说，哎，怎么会不老？是老，一定是老的。比我27年前一定是老的，但是我的心态可能比27年前更好。我想说的是，姑姑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心态最重要。年轻的心态，我好奇哦。对，好奇心。我觉得我自己27年前的心态没现在的强大，而且对于一些的压力，我觉得我现在对抗压力的能力比27年前的我更强，我的 EQ 更强，很多方面我都觉得比自己以前更好。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就是年纪这件事情，迎接它有时候会更有力量。对，不用怕。为什么要怕呢？但是的确啊，我也自己有曾经怕过的时候。所以姑姑你多多分享一下，就是你当年害怕年纪增长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很多直播间的女孩子，我相信跟小助手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有点手足无措，想着30几了怎么样。我觉得是别人的眼光，太着重看别人的眼光。如果你自己心里面强大，觉得自己是活得很好的话，然后又为什么又在意别人？我觉得是别人。我曾经说过一个体验，就是你应该只在意你在意的人说的话，珍惜你拥有的。然后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你根本就不需要在意他的，但是这些人肯定就是可能这些人都是说的一些伤害你的话，明白？或者是一些你不想听、你不喜欢、你伤心，就是伤了你的人，伤了你的心，伤了你的脑袋，伤害你的人，你越看重这些人的想法，然后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特别在意你的，而且你也不需要在意这些人的，这些人根本不在你的人生当中的，你为什么要在意呢？你想想看，你就想通了自己了。就等于说，有些时候我会看一些评论，哎，有一些特别不好的评论，那我有以前的我也会很纠结，也会不开心。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间想通了，突然间想，这些人又不是跟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些人他出发点是什么呢？这些人我是不是伤害到我，他会觉得开心呢？那如果我真的不开心的话，那我是不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呢？那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有什么好处呢？只会让自己变得更痛苦。对，如果他给我是善意的批评、善意的意见，我全部接受，全部接受。你自己想想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你自己要接受批评，接受批评的能力要高一点。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态这一块，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者评论，太过在意，不能说不在意。有些时候人家是可能是给你是一个善意的批评，善意的建议，善意的建议，给你善意的提点呢，你首先要先多用耳朵去听一听人家给你的意见，人家给你的批评，然后你去想。就比如说，哎，我今天做了一个造型，人家批评我，哎呀，你这个造型不好看，但是可能就一个人说不好看，但是有九个人说好看，那大部分的人都会看中这一个，你会把一个不好的评论、不好的意见，你牢牢放在心里面的，这个是心里面的一个状态，就是等于说一个人他对你很好，平常对你很好很好的，然后他只怕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就把这一件不好的事情牢牢记在心里面，然后把它放大，
然后你就觉得他就不好，很好。其实他只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对你就做了九件好的事情。好了，相反来说，一个人他对你平常是非常差的，差得不得了，然后突然间哇，有一对你非常好的，那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哇，对我太好了，很感动了。其实你想想，他平常对你九件事情都是不好的。等一下，姑姑要对大家真的好了，因为我们的左上角我们的福袋挂了。挂什么了？我们桌上，哎，这个蛋糕我们要不要挪到旁边？好嘞，让同事们挪开。我等一下讲话啊。待会儿姑姑会把它都吃掉。啊，不会不会，下播之后就肯定会吃的哈。好，还要偷吃最后一口。没有，这是我们的左上角是有食物的。好，左上角我们放了，哇，礼盒彩妆礼盒。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很美很美的真心告白，真心告白是夸世子的，夸世子的，我们的国货，国货之光啊，夸世子，我跟他们已经合作的啊，现在不是卖货，别担心啊，不用担心，完全是送给大家，别误会，这个是送给你们的啊，这是送给你们的，因为跟夸世子已经合作了差不多将近四年了，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噔噔噔，好，这个是打开来了，告诉你们。这个是送给你们，所以我们能打开它。好，这个对不对？对不对啊？真贴心。对呀、啊，否则我打开了，人家说，哎，为什么送一个打开过的给我？好，这个是礼盒、送给大家是全新的，没有拆过封的礼盒。对，叫做真心告白。真心告白、嗯、啊，真心告白。然后女孩子收到了应该会很开心哦。价值不低的，别以为是哈，我们是国货之光。好，但是今天不是跟你们带货，里面有什么送给你们的？就只是告诉大家是漂亮的东西，好用的东西，女孩子会喜欢。对，里面有一个手链，真心告白珍珠，里面有真心告白，你看有这个手链，然后还有是送给你们的，放在福袋里面的，你们先加入，先点亮小黄心，加入我的粉丝团。我们左上角的话关注一下姑姑，就会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福袋里面的，然后那个同心锁，这个同心锁是宝贝，哇，跟我今天的衣服特别配，白色，而且都是中国风，哎，对，同心锁，同心锁跟我的同命啊，所以真的特别有缘分。好，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包装，还有。眼影盘眼影盘很美的颜色，眼影盘，哇，物质主要是他觉得包装特别漂亮，要整个人爱不释手。哎呀，好，是不是很百搭，很容易配衬，很百搭的颜色，是不是？好，这个是送给你们的，但是就先加入我们的，先点亮小黄星，加入粉丝团，然后福袋里面有多少份？这15份，有15份是送给你们的啊。然后我们的福袋会放不停，有姑姑的签名书、签名照，现在放的是不停的啊，我们不间断的送给你们的。今天是姑姑的生日，姑姑不收你们的礼物，是姑姑要送你们礼物。这是姑姑非常坚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去年就想做了，因为种种原因，其实没有办法。这个是哈，这个珍珠项链，很美的一条项链，很美啊，都是送给你们的。希望收到的人哈，都能够被珍视，被爱护。对，也爱护别人哈，也珍视别人哈。哦，姑姑这句讲的真的很好，我们不只是要等着被别人爱。这个想法就是是不是啊？大家的想法，你刚才问为什么姑姑会活到这个状态，很多人的想法就是我要得到别人的。但是姑姑永远很快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有什么可以给别人，就是刚才说他就我的小助手，他刚才说得到别人的真实，但是我会说我给别人真实，我珍惜别人，就是想法不一样，可能大家思考一下，调转一下，转一下自己思考，你就人生你会活得更加的自在。姑姑的意思是转换一下身份，对不对？站在别人的角度多想问题。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人付出比接受的更愉快，
付出的，你付出一些努力，付出哪怕是感情也好，什么也好，你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其实很开心的，比别人开心。你相信姑姑这句话，大家听到了吗？姑姑说了，付出其实比索取更珍贵，然后会更幸福。而且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想找一个我爱他多一点，还是他爱你多一点这个人？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你想找一个爱你多一点，还是你爱他多一点的人？这个我抛给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姑姑，你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自己直播间的女孩子们都认真的在听。对，的确，的确，你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确有一些人是天生觉得是，我要别人爱我多一点，但是可能他活着活着就发现，你爱这个人比他爱你多，你会觉得更加的幸福。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是姑姑一些的人生的经验跟你们分享，这个是，很难说很难说，不要做得太沉重。今天是姑姑的生日，是的，但是的确，这姑姑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人生我真的很乐观，我很乐观，什么事情我都看得很开，只要我对上一次非常非常的生气的时候是对着君君补课，对君，因为我觉得他付出。虽然他这一次的考试比上一次进步了很多，但是我不是要求他不停的进步，只要因为我是要求他要付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你得到不好的成果的时候，你又不舒服又不开心又伤心，那你只能怪自己，你不能怪别人，就是靠自己觉得自己你不够努力。姑姑，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给你打什么吗？勇敢姑姑最美丽，不用威亚睡绳子。哎呀，不用威亚睡绳子，你怎么知道我不用威亚？你确定那个视频是真的吗？说不定我们的现在的特效特别厉害，可能是真的是里面是很多，可能里面是真的很多很多特效在里面啊，你们根本就看不见，其实有很多威亚，而且可能是假人了，说不定你们是假的姑姑，而且是简介而成长，但是的确我们拍了一整天，的确那一天是拍了一整天，还有那一天是挺累的，比我锻炼的时候更累，我锻炼只是需要两节课，但是我那天拍摄一整天，哇，从早上到晚上拍的一件，因为我们要切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镜头，又拍照片，然后又不同的造型，其他的又挺长时间的，但是大家我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挺喜欢，我觉得就觉得这个努力没白费，而且我们搭建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背后的景，我们搭建这个景，你们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要不站起来跟大家说一下，是不是要把它准备放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到这个绳子是不是应该？好嘞，我们现场的老师帮那个姑姑放一下那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哎，绳子，好。现在大家是10:10，我看到这个镜头，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好美啊，好鲜啊。姑姑，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好吗？哇，是不是在像不像在古墓里面？在古墓里面。我要说的话被你抢了。很像在古墓里面。还差一个什么屁，然后还差着长头发，哇，好好看哦，超美超美。好，等一下我们再弄下来吧，我盖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绳子弄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稍微等一下，现在是10:00，弄下来了，已经弄下来了，等一等姑姑10分钟之后我们给大家开始你说展示睡绳，10分钟之后啊，所以现在直播间3.8万的粉丝们，快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大家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庆祝一下姑姑56岁的生日，今天是8月16日，这个，哇，我们只是现在只是办那个秋千，哇，有人说这么看姑姑有点黑呀、啊，是因为光线的问题，啊，有点黑。因为还没正式，只是给你们看一下。姑姑在荡秋千，现在是，然后待会儿的话，只是给你们随便看一下。我要再回来了。只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是已经哇，还过这个字。姑姑，福袋已经开了，是什么？告诉大家福袋已经开了啊！
福袋已经开了，是我们的彩妆礼盒，有十个彩妆礼盒，花西子的，里面有口红，里面有口红，有眼影盘，还有项链，还有手链，是里面有多少啊？十五个，对，十五个，而且马上再来一轮，哇，很快就来一轮了，你们千万不要离开了。左上角的福袋，姑姑马上再送一波，再送一波送给你们的哈，然后。好，我们等一等，我们再多一人再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要给大家看看这个睡神指的功夫，4.5万的同学们得努力哦，是没有，但是你们要验证，你们要、怎么说，要你们验证收获到底是真还是假。好，什么？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是什么惊喜啊？雅芝姐给你送了花。一大早就开始跟那个说一定要给姑姑来送，因为她人不在杭州，但是花到了。大家看一下，这是雅芝姐给姑姑送的花。雅芝姐，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她今天在北京吧？应该是。对，现在应该是在北京。对。哎呦，我赶紧了。过几天可能也会来杭州，到时候我们约着见面。我赶紧要谢谢她。好，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姑姑怀里抱的是雅芝姐专门送过来的生日的鲜花，然后姑姑现在在微信里 WeChat 里面在找雅芝姐。等等，然后直播间现在的我把雅芝姐我们的同学们还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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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你在找她账号对不对？不，我应该是在，因为我有两个手机。姑姑有两个手机，噔噔噔噔。姑姑在那个想尽快联系上雅芝姐，表达感谢。对。嗯，找到了。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雅芝姐，我要。雅芝姐，多谢你啊，多谢你的花，我收到啦，好靓啊，好靓的玫瑰花，多谢你啊。哦，是紫色的，对不对？好浪漫。嗯，谢谢雅芝姐。然后，直播间的3.8万的粉丝们，然后我们有是身为姑姑的同学们，有机会要多多支持雅芝姐。对，你们要支持一下雅芝姐啊！哇、好漂亮哦，真的很美，很像雅芝姐一样，很优雅。我今天说了很多话，一直守候在我们直播间，待会儿就会看到我们直播间的鲜花，我们都会跟姑姑一起合影哦。你们羡不羡慕啊？哎，还有，哦，等等，哎，等等，什么，等等，谁？好嘞，啊，喂，是雅芝姐吗？对，雅芝姐，赶紧打电话给我。雅芝姐给姑姑打电话来。她知不知道我现在做直播的？应该不知道。哎呀，那咋办了？你要跟她先说一下，你说雅芝姐你在直播，看她。还要不要打电话？我们都等着呢。怎么说啊？你跟他说雅芝姐过来上那个上直播来看我睡绳子，来号召一下他。我们直播间4.5万的同学们，阿姐啊，我咧做紧直播噶噃，我头先听电话揿嚟揿去咧收唔到啊，你系咪即刻睇到？好，我们等一下。哎呦，他干着我们，肯定我。按掉了是不是？按掉了，没关系。然后雅芝姐真的是很有心的人。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雅芝姐还过来，就刷了礼物，我们才发现。对，我们太慢了。哎呦，我要把这个调整，没办法，要有声音，要不然我还有5分钟哦，我们就10:10了，所以你要跟直播间的同学们说什么？不，我要自己看，我要就会不会错过了。刚才有调的哒哒哒哒哒响音震动的，好。我们说，今天最重要的是，我的生日的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那么多年，很多人都问，给留言，姑姑我要看你睡神指，姑姑我要看你睡神指，你们要看紧啊，看紧啊，如果万一雅芝姐进来了，但是怎么能看得见啊？因为没有了，哎呦，所以所有进来的人我们都是看不见的，我们，但是一旦雅芝姐给你留言了，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发现，喂。直接来电话了。哎呀，阿姐姐，我做紧，我而家功课噶喎，我做紧直播喎。系啊，我开咗，而家开始睇到你直播啊。哎呀，多谢你啊！
Hello， 骆驼。你好，你好，雅芝。多谢雅芝姐的鲜花，听到吗？像您一样美。没有没有，你也是像那些鲜花一样美。没有，你是我的学习的榜样。不是不是，大家互相交流嘛。雅芝姐来看吗？雅芝姐来看直播。嗯，对对对，是。哎，雅芝姐，你知道我在？你猜我在？你猜我的？你看我的背景，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知道，我刚刚开了你的直播间，然后我也等着看你在那个。那既然雅芝姐在等待，好吧。我还在，好，谢谢你，谢谢你，但是啊，加油加油加油，谢谢你，雅芝姐。OK， 我等着看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哈，你肯定做得到的。好，谢谢。我们直播间4.6万的粉丝，好，关注一下，拜拜，关注雅芝姐。好，大家要拜拜，大家要关注雅芝姐啊。大家一起要跟我一起关注雅芝姐，我谢谢她的鼓励。哎呦。的，总算有福袋，给大家准备了斗币哦，因为15上线了。啊，已经上线了，15个福袋。是斗币，是斗币，斗币哦，斗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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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分钟，姑姑做热身准备。对对对，要做一下热身，否则。姑姑要跟粉丝讲一下，因为我们是临时手机开播，所以待会儿镜头会动一下。对对，因为我们是刚才不是有一些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吗？所以我们就变成是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机器的位置，否则你们就会说像刚才一样，姑姑走到外面后面的时候颜色就是有点就是光有点暗不够光，所以我们会调整一下机器的位置。好，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动一下这个机器的位置，因为姑姑要开始有点热身了。哎呦，好，睡绳子的汇报，睡绳子的，到底你们验证一下有没有威亚？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有没有威亚？有没有威亚？没有。怎么知道？怎么验证有没有威亚？我的手画一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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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你看是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我是人穿过去的，所以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啊。我们左上角的福袋要开了，大家可以先去抢一下福袋，里面有2000个斗币哦。我们直播间5.2万的粉丝，给姑姑左上角点点关注。再多一点，哈哈，再多一点点人的时候，我就可以。5.4万，我们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是真的睡神纸，是真的真的睡神纸啊！姑姑现在正在热身，勇敢姑姑最美丽，不用威亚睡绳子。我希望我不会失败啊，希望不会失败啊，因为这个是直播啊。的确有点压力，突然间有点压力。雅芝姐说的，不要紧张。现在直播间5.5万的粉丝，给姑姑左上角点点关注哦。姑姑马上要睡绳子了，是没有威亚的。没有威亚的睡绳子的啊。我们给姑姑点点赞，戳戳姑姑的小脸。刚才有人说姑姑有点胖了，好，点点姑姑肉肉的小脸。是有点胖，说你有点肉肉的，比前段时间胖了。我估计是腿受伤的时候。我是刻意的，不是。你看，那我就跟大家说，不要太在意。你看，人是这样子，
你瘦的时候就说，哎呀姑姑你太瘦了，你长一点点肉，就因为人家说，哎呀姑姑你是不是胖的，不要开心，大家都觉得是好看的，姑姑你是觉得自己开心，你不管人家，你希望瘦你就瘦，你希望胖你就胖，主要是心态。但是的确你说这个话的人，你讲看着看着走，我的确比之前长肉了，但是我的体脂脂肪的体脂没变，只是长肉了。直播间5.8万的粉丝，不过我现在5.8万的同学们了，5.8万的同学们。好，你希望的时候，你希望到多少？6万。OK。哦，那很快。要做到6万的时候。到6万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等待的时间，姑姑在做热身。我们也提醒一下那些喜欢像姑姑一样喜欢运动的朋友，就是要运动之前不要直接去运动。对，一定要放松好肌肉。现在已经6万了，姑姑，6万的同学们左上角给姑姑点点关注。姑姑现在在准备睡绳子，没有威亚哦，没有威亚。勇敢姑姑最美丽，不用威亚睡绳子。谁？我们的吴乐团团长，姑姑，你的魔性的笑声，魔性的笑声，你看，哪怕是最努力，也需要开心的。左上角的福袋马上就要开喽，没有参与福袋的可以参与，现在参与福袋。姑姑现在要上绳子了，没有威亚，没有 PS， 没有威亚的，慢慢做，不要着急。这是姑姑经过两节课的练习掌握的技能。而且这个动作是以小龙女命名。现在直播间6.4万的粉丝，给姑姑左上角点点关注。还有3秒钟，我们福袋就要开喽。7.1万的同学们，姑姑是真的在睡绳子哦。不是天天嚷着让姑姑教吗？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是要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设备，然后才可以。准备来了，准备来了，大家不要眨眼哦，我把机位摆好。这是大家要的小龙女睡绳子吗？现在直播间7.6万的粉丝，看姑姑睡绳子的同时，请点左上角给姑姑点点关注。好，怎么样？及格不及格？我居然没有失手。而且比练习的时候还要好，更顺，超美。大家都说太棒了，有眼福能看姑姑睡绳子。那我跟你们讲讲一个，另外一个也能，也是小龙女似的。好，让我想一想。好，直播间7.7万的同学们在线看姑姑睡绳子。好，我先试一下啊。等一下，再重新再来。好，就是我们怕什么？没有，当时没有威亚了。超美。啊！我当时最喜欢这个动作，觉得好漂亮。哇！这个动作特别飒。哇！鼓鼓，我想给你鼓掌，我手里要不是不拿手机。直播
间7.4万的粉丝。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是在一定要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才可以练习，不要轻易模仿哦。姑姑，好多同学给你留言说好厉害，超级好看，还可以给我一本书看。好好过，赶紧背上。哦，真的假的？对，我们有书，我们的书叫《好好过》，跟着姑姑一起。你如果看看。哇，好厉害！看，这就是小龙女睡绳子。对，小龙女睡绳子，顾不注意安全。大家记住，一定要在专业的设备、专业的老师的指导下才可以练习，不要轻易模仿。好，来。现在直播间8.4万的粉同学们，给姑姑左上角点点关注哦。好了，你准备给我一个全身的。好嘞。真的没有 P 图，超厉害！你是侠女，姑姑，我一定要说一句。好。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手机播，这个也是算小龙女，也能算，也能。哇！姑姑，你今天比拍摄视频的时候还要溜，我给你忍不住点赞。也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说，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手机开播，临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所以其实光线是有点暗的，但这是光线的问题哦。现在直播间是8.8万的粉丝，左上角先给姑姑点点关注吧，姑姑的绳子不能白睡吧。啊，9.2万的同学们了已经。现在9.4万了。9.4万的同学们，左上角给姑姑点点赞，点点关注，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留意，这是专业的。看一下哦，我给大家一个全景。是真的姑姑？我没有用威亚，没有用特技，但是一定要在专业的指导下、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哦，不要轻易模仿。现在已经9.9万的同学们在线了。姑姑注意安全哦，真的是好，好美，又美又担心你，有点。现在已经超过10万的同学们在线了。你问大家再想看看啊，大家可以留言。大家可以留言啊、哦，姑姑想看，想再做。你是玩起来了，我发现。我是玩。好，大家留言，还想看什么？大家给姑姑留言哦。哎，现场。仙女下凡，我觉得是侠女吧，应该不是仙女。不过我们作为工作人员，我一定要说一句，姑姑是能文能武。现在直播间11.8万的粉丝，想看姑姑，还想看姑姑再来一次吗？如果想的话，请扣在12万。现在已经12万了，我肯定要再来啊！小心哦，姑姑，安全，我们安全第一。先跟大家说，小龙女的睡神者。是没有威亚的。什么问题啊？你先说。现在给大家啊发个福袋姐啊。哦，先发福袋。福袋。发福袋。对，我们发一个福袋。看看。已经发好了是吗？是的。抖音。居然现在的技术。福袋已经发好了。好，睡神纸。来，
我以为是给我擦。没有，我突然一下流眼泪了。你是感动流泪。嗯，真的。我们直播间11.7万的同学们，然后姑姑现在在那个展示空中瑜伽，也就是她的小龙女士，这是专业的学名叫小龙女士，也是56岁的姑姑送给大家的礼物。很多人都问姑姑为什么关闭了打赏功能，因为今天姑姑只想给大家送礼物，不只是福袋。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陪伴，喜欢姑姑。姑姑说了，付出比索取其实更有力量，也更有价值。就是因为粉丝的话说想看姑姑睡绳子，姑姑今天我就努力的去学，满足你们这么多年来。12.7万的同学们，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守护姑姑。然后一定要在专业的老师的指导下，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才可以练习，不要轻易模仿。现在已经13.2万的粉丝，左上角给姑姑点点关注。谢谢13.6万的粉丝在姑姑的直播间。很多粉丝都说，很多同学都说我们一直都在，是不是很感动？姑姑与你同行，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勇敢姑姑最美丽，不用威亚，睡绳子。我也，等一下做完之后要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我也觉得是 P 的，假的，不可能实现的，原来发现是我，原来是可以的。我看你最喜欢荡秋千。记不记得有听过荡秋千的？有的。荡秋千的。然后旁边现在缺个罐推你。我去，我有两罐，你的罐啊？对对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小助手。我去，小助手前两天那头发做了一点处理，然后姑姑看到他说，说罐也有两撮，白毛。我现在就是过那直播间的人上来就打出去啊。那除了用睡绳子之外，姑姑也给你们另外一个小龙女也能睡的现在姑姑在展示，大家不要轻易模仿，因为一定要在专业的指导下。很多同学说他在看《神雕侠侣》，就是你现在。哇！安迪超美。每次看到姑姑在练瑜伽的时候睡绳子的时候，我都永远都不相信她56岁了。努力一定有成果的，越早开始越好。好，准备给我一个远景了啊！哎，我要下来了。我每一次上来都能，我每一次下来，他们都会。好担心，好怕。说句实话，大石头。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动作。哇，太厉害了！勇敢姑姑最美丽，不用威亚上水。石头再来，上绳子。勇敢姑姑最美丽，不用威亚上绳子。我们就不行了。好了，姑姑睡完绳子了，要给你们另外一个，特别为了这次另外学习的。其实谢谢你们一直在问姑姑，姑姑我想看你睡绳子，那我就这一年我就决定去做。
然后去学，原来发现原来是可以的。以前就是我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啥要求我睡神纸，那个是假的，那个是要钢丝要威亚的，是不是特效的，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后来发现啊，原来空中瑜伽能有，就是原来这里有小龙女三世的，所以我就学了。然后我趁，所以也要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我才有机会学的更加多的。现在这一套送给你们的，直播间12.8万的同学们，谢谢大家这么多年守护姑姑，然后在56岁生日这一天，姑姑现在给大家给自己的灵魂点，给你们的灵魂，但是的确不要随便学，不要随便自己要一个要叫神子就做吧，姑姑要找专业老师要学的，不知道我在干嘛，对不对？我们旁边的男孩都觉得哇，直播间11.7万的同学们，谢谢大家这么多年守护姑姑，然后大家一定要留意，这是专业动作，姑姑有22年的运动健身的经验，所以她的核心力量非常的强，只需要2节课，但我们其实一定要在专业的老师的指导下，专业的设备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尝试哦，不要轻易模仿。姑姑从出道那一天，福袋还有3分钟就开了，没参加福袋的赶紧左上角点点福袋，是姑姑给大家送的礼物。12.5万的同学们，谢谢大家守护姑姑。好，姑姑，我们要谢谢姑姑。谢谢姑姑，我也要谢谢你们，我也要谢谢你们。有人说守护姑姑的人老了，姑姑你送他一句话。什么守护姑姑的人老了？对，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年纪大了。啊，不老不老，心不老就好了。年纪增长是正常的，年纪增长，但你的智慧一直在增长，而且你的心态也一直在，反而是变得越年轻。千万不要自己觉得哎呀我是老了，所以我的心态就要像70岁80岁，那现在其实很多70岁80岁的老太太老公公，我们不要说老太太老公公，他们才是中年开始，现在不是说60岁是中年吗？那姑姑还没到中年呢，对，还没到中年呢，所以啊不要给自己设限，千万不要给自己设限，但是要安全。有一些运动姑姑也不能做的啊，因为姑姑已经做了，可能有基础吧，有基础。所以我真的很想大家多攒一点，攒点开始运动。好，我们要不要回去？还是大家还是要讲给孩子再看？直播间目前还有11.9万的同学们，然后姑姑，那你想怎么样？对，不，我们这样子吧，最后练一次，我们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聊聊天，练最后一次，我们就下播了，好不好？等等，什么意思？就最后再来一轮，我们再跟粉丝再聊，跟同学们聊聊天，然后先聊天还是在做？先聊天，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做一次。是的，是的，你就坐在绳子上聊也可以啊，对呀、啊，这样也可以、啊，要帮忙吗？不要，我觉得姑姑要坐着。他想推你，不行，刚才已经有人跟我讲了，说你不要出镜了，影响画面。画面是的，我很生气。那么聊什么？你们想擦擦汗？我、哦、没汗了、啊。没有吗？没有特别的汗，就是有一点点的热。我们感谢姑姑，我们团队要再喊一次：勇敢姑姑最美丽，不用威亚睡绳子。用威亚睡绳子，的确，真的，27年前要用威亚睡绳子，你们问我到底是怎么睡？他吊着这个威亚杠是吊在我的腰上，然后我要这样子侧的，然后下面有一个木箱，你就吊放着自己，但是不是平躺，而是半悬空的，然后你要整个人撑着，好难，我拍完那天晚上，第二天。这个腰都是很疼。姑姑，我们机位先不动啊，然后是给大家再发一下福袋。姑姑刚才在跟大家讲的
是什么呢？是27年前拍《神雕侠侣》的故事。然后，所以稍等一下，发我们这边操作一下发福袋，然后马上继续。我们那一天拍那场戏的时候，就是这个镜头要拍摄《神雕》这场戏，这个镜头是拍了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晚上。然后，当然有替身啊，因为它有一个旋转的腰部的旋转舞，但是我自己也要做，我要接一下。其实我也晕了，真的晕了，而且腰很疼，把那个杠式吊带，就是吊杠式裹着腰，这么吊着其实很疼的。然后想不到27年之后，居然可以不用杠式，不用威亚就能睡绳子，我也自己也吓一跳。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让我做，我的团队希望这一年给大家的生日礼物，也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就挑战一下。我觉得哇，有点不可思议。那你问我以后，我的刚才说了我的生日愿望，那我以后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期许呢？其实我在我的里面的短片里面都说了，我不会给自己太大的一些，不要期望过高，也那些你期待的自己想期待的，不要不切实际，你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或者你会令到，如果万一失败或者做不到的时候，你会很失望。但是如果你什么事情有，其实往好的方向想，好的方向去想，就是 think positive。不要永远有着负面的情绪，而且想事情的时候可以在别人的角度去想，现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你就会活得比较自在。说实在，我现在的状态，我56岁了，过过56岁，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活得很自在，非常的自在，而且真的非常感恩自己还能活力满满。我很感谢自己，就是喜欢上运动，没有就是沾染上一些坏的习惯。运动是我的习惯，是我的爱好。从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为了一些就是怕肥呀，怕吃多了，因为上镜头会特别会胖啊。我也是为了从这个开始，然后慢慢就爱上它，变成现在是一个习惯。像我昨天直播很晚，然后我2点钟睡觉，我然后讲话整了一整天，说了一整天。但是我今天我起来的时候，我昨天说了一句话，我的助理他都说啊，我以为你说明天一定要睡醒之后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说原来我是说，那我明天起来时候睡醒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做做运动。因为2天没做运动了，已经2天不做运动，我的身就觉得我的皮肤被什么给咬了，好不舒服，我一定要去动一动，否则我都觉得整个人浑身痒痒，觉得好不舒服，我觉得人没力气，真的没力气，也没劲，精神气也不好。真的要相信姑姑，虽然说我也曾经，我之前受伤一段长的时间，1个半月，整整1个月。没办法做运动，然后我重新再开始能做运动的时候，第一天我也觉得有点吃力，而且有点就是要适应，所以我当时我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很难开始去运动。那但是你开始了，有结果，有一点点的目标达到了，你定的目标不要太高，你达到了之后，你就会很开心，你就不想停不下来，你就想一直往前走。好，走了，你就会走到姑姑现在这样子了。姑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还有就是一些，如果现在你人生呢有一些什么挫败，真的，这个是以后令你成长、令你更加坚强的一个后盾。有10.5万的同学们在听姑姑分享啊。好，我的生日愿望也是你们的这么多年来的愿望已经为你们达成了啊，蛋糕也吃了，礼物也收了啊。哎，我们什么时候发的福袋给他们？已经发了，已经发了啊。对，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
抢一下福袋，左上角抢一下福袋。姑姑一边在跟大家就是讲自己的心里话，一边还担心大家怕自己没礼物收，怕大家没礼物收。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生日是人家送礼物给我们的，而且是爸爸妈妈请我们吃饭的。但是长大之后，你出来工作之后，就是你的生日就是请家里人吃饭，请朋友吃饭。是反过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过生日是不是要求别人送你们礼物啊？你想想，应该生日，你的生日，哎呀，越来越不行了。没有，普通话越来越好。哎，我在突然在想，你要不我等一下，我在睡生日的时候说绕口令吗？不，绕口令别来，念古诗。你给我绕口令，我肯定要掉下来。呸！你给我古诗，看我能不能 ，OK， 专心的给我拼一把，哈哈，这个挑战，边睡神指边念古诗，我这块有没有说的标准啊？小助手很坏的，准备了三首古诗呢。哎呀，对。我们可不会放过你。啊，等等，你再给我带上床。抱歉，我没有抬头。好，直播间11.9万同学们，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支持姑姑。薇娅的睡神指。直播间120,000的同学们，左上角给姑姑点点赞。姑姑现在再给大家。展示小龙女睡绳子，现在是小龙女一世。OK， 来这个假过儿要上去了。要简单，要来个先简单一点的吗？先润润喉吗？开开嗓，要不简单一点给你换一下。太难了，给我容易点的。容易简单的这个。姑姑在今年2022年，我跟大家也说一下，非常认真的从汉语拼音的阿波茨的开始学，所以普通话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其实有进步，但是呢，还是有吃螺丝的时候。现在是姑姑小龙女一世，读古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花落风雨声。等，错。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不知道我老师有没有在听，他可能说我不及格。可以哦，比上次念的好多。上次你还记得有打油诗吗？你在那打岔我了。我现在这个动作，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都忘记了。等等，啊，来，记着。大家一定要在专业的指导下，专业的设备的情况下再尝试练习，然后不要轻易尝试模仿哦。直播间12.6万的同学们，姑姑现在再给大家展示是小龙女睡绳子第二式，还有接下来还有高级的，还有更高难度的，就是一边躺在绳子上一边给大家念古诗。你抱歉，舌头打结了。等等啊，这个平台我不知道能不能念诗。有人说姑姑一出手就看有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厉害的意思。哦，说你是高手。要笑一笑，先忍一下。你看你影响我了，一边要 sorry， 要拼音，有点害怕。好，你给我一个简单的，不要给我复杂了，简单的。最简单的刚念完，最简单的念完了，没有了。尝试一下，来选一下。待会儿你二选一吧。不要太长的，也不要太念那个音，不要太难的。都是，其实都。准备。你肯定不够高，给我。我。
你太看不起我了，我很高哎。小心哦，小心哦，姑姑。这是哪个？这是第几式小助手？这是第三式。等等，要换一个吗？等等，先来一个。我换一个，先来一个广东话吧。掌握了你把成就稳，用你们的咩？你把成就将用佛门岸上那颗星桃花潭水送千丈不及汪伦送我情。哇，这么深的，等等。啊，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啊，桃花潭水深千尺。啊。不及汪伦，伦还是伦呢？伦不及汪伦，送我情。哎，来，哎呦！现在直播间11.5万的同学们，左上角给姑姑点点关注，好不好？你们太快了。还有30秒，我们左上角的福袋就要开奖了。好，这个等一下我涂上来的。姑姑马上就要下播咯，我们好，最后一个结束我们就下播咯。好，最后一个，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想想，刚才有一个说的噔，你看，好，最后一个了啊。姑姑又开始玩了，研究。对呀。好。大家要记住哈，目前的这以上所有的动作都是一定要在专业的老师的指导下，还有专业的设备的搭建的情况下才能尝试，不要轻易模仿。好，感谢姑姑。福袋开奖喽！姑姑，你先这个动作先别停，我们把福袋再发一个福袋。要坏蛋，小助手，你是坏蛋什么人？我们现在在给大家发好福袋，然后正在审核当中。啊，福袋已经发好了，左上角的福袋送大家礼物。直播间10.8万的同学们，谢谢大家这么多年守护姑姑。对，真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11.3万的同学们，谢谢大家。怎么样，现在可以继续了？啊，你不跟我说？哎，我刚说服务袋发好了，抱歉，我又再 Q 你一下。姑姑要准确的口令。OK。笑嘛，笑干嘛？我笑你可爱。大家看着这样的动作非常轻松优雅，其实姑姑在做面部表情管理。好，给我试，我现在怎么办？厉害，姑姑你在荡秋千。现在三个比较好，这个是你认为最难的。哎呦，之前被人家跳吐槽的，哎呀，好久没念了。里面有一个字，待会儿我看姑姑念不念的对。忘。现在有拼音，我学会了，好一点了。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瀑布，耶、yeah. ！老师肯定要，如果老师再看着我的直播，肯定要走。我待会儿就给老师打电话。喂，别，我不想让他伤心。对呀、啊。望庐山，什么？瀑布，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虽然拼音有没有退步？有一些。抱歉，小助手就是这么的耿直。哎，下来。谢谢。
新同学说谢谢你们的陪伴。好，我们今天终于完成，我和姑姑今天终于完成大家这么多年的心愿，希望看姑姑睡神子那的确真的能实现。以后我希望我的人生像每天都过得很好，生活好好过，我也希望大家好好过，一起好好过，过得更好，过得很好。希望你就给我把所有的祝福，所有得到的祝福都送给你们，都送给你们。好，如果你们现在还不是我的粉丝们，好，就加入粉丝团。我什么时候做直播，说不定随时候做有来一个直播，叫你们哎，可以跟你们分享，继续跟你们分享做运动或者怎么变美呀、怎么变漂亮啊，怎么变得变得健康啊。还有就是姑姑教会小助手很多是变智慧。我这个现在直播间你在笑我吗？对，我在笑你，你还没学好，你还没毕业。还不能毕业。现在直播间11.7万的同学们，请左上角给姑姑点点关注哦。然后姑姑马上要下播了，感谢同学们。我要去吃蛋糕。蛋糕，去吃蛋糕，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今天收到这个漂亮的玫瑰花的蛋糕。我希望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可以有一个玫瑰的人生啊，玫瑰人生。带一点点的刺，但是温柔的，令人家喜欢的，那种刺不是硬硬的刺，令到人家舒服的，喜欢你的刺，也这样子才会自己更加的进步，更加的进步。好，还不要对，不要含胸驼背。姑姑要下播喽，最后一点，让大家点点点点。点点赞，小黄心，点点小黄心，加入我的粉丝团。我们给他们15秒的时间，让10.4万的同学们左上角为姑姑点点关注，点亮小黄心，加入姑姑的粉丝团，好不好？我们倒计时，15、14。姑姑可以跟大家说一点你的心里话。心里话，开心啊。56岁生日快乐。其实我生日不生日每天其实都一样这么过的，没有特别我要生日要怎么过，我过着生日，我就是姑姑其实每一天的话都是在认真的过。对，真姑姑、我们那个还是很多人在为那个古仔的新戏明日战记。对，我希望大家啊，我今天也受到古仔的祝福，我也祝福他吧。我希望他的明日战绩，大家都要去好好的支持他。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演员，也值得大家去支持、去爱一样去爱我一样去爱他。我也跟他说了，过几天我有空的时候，我要去看他的明日战绩。希望大家要好好支持他。支持古仔的《明日战记》，去电影院支持。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片段，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制作的幕后的付出，真的好多好多，我都自己看的都真的眼泛泪光。因为古仔最近一直在跑宣传，我们团队看的都很心疼。你们看了一些他的那些片段，你就知道几十度的一个温度，穿着整个保险很多的动作，而且一些我们就是说不是一些科幻片只有国外才能做，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古仔就说他一定要就是做一部他自己觉得满意的国产的科幻大的电影。为什么人家能做我们自己就能做了，为什么我们会只会支持别人不支持自己人呢？对不对？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我们约下我们过几天一起去看。好嘞，我们一起去支持国仔。你们在某一个电影院就会偷偷的看到姑姑啊，不要偷拍我啊。让我们一起支持古仔的明日战记大卖。大卖，好了，我们要下播了。我们左上角的福袋会照常发放的，谢谢大家的支持。给大家10秒钟点点关注吧，好不好？点亮小环心。好不好？来，最后倒计时，敬业的小助手，10、9、8、7、6、5、4、3。
小助手在啰